阿弥陀佛，啊，尊敬的陈校长，啊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啊，我们诸位教育界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啊是九月十号。 啊，刚好啊，啊是大陆的教师节啊，在这样的节日啊，我们一起来共学呀，啊，意义啊，啊特别深远啊，因为教师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 而我们看到现在的人心啊，身心不安的人呢，不少啊。我们看《论语》里面提到啊，啊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啊，我们所遇到的家人。 朋友，啊，有缘的人遇到了就是缘分了。啊，我们要尽我们一份道义，不能袖手旁观呢。承德记得，当时在桃园。 啊，跟大众啊交流，啊，当时候来了一位女老师啊，啊，她是初中的老师啊的校长，啊，我们要观察孩子在学校的阶段最不好管理的。 是哪个年龄段的、啊？啊，诸位老师，大家的观察是哪个年龄段？啊，陈德的观察是初中的时候啊，哎、啊，他觉得我是大人了、啊，嗯，啊，但是他还有很多行为规范还没建立起来，啊，有时候你太管他呢。 他还很不舒服，啊，哎，这个年龄层呢，啊，父母、老师啊，啊，要用更大的耐性、柔软、善巧。而这一位女校长啊，她在学校当中啊，居然努力到啊，零。 辍学生，他学校里啊没有一个学生辍学。我们要知道呢，现在外在的诱惑不少啊，啊，光是一个电动玩具啊，对孩子的诱惑就很大啊，好多孩子都沉迷在其中。哎，这个校长很可贵啊。 都把他们找回来了啊！而且也没有逼他们一定要读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啊，要考到多高的分数？因为毕竟啊，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哎，有些人是读书的料，哎，有些人。 他过去生带有很多特殊的才能，啊，行行出状元了、啊。甚至于有时候是他还没开窍，啊，不是他不会读书，<laughs> 啊，陈德的大姐，初高中啊不喜欢读书，哎，可是他大学是第一名毕业。 所以啊，不能小看每个孩子，<laughs> 他啥时候开窍不一定啊。所以老法师说，教育工作者啊，最重要的首先啊，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这最重要的大根大本。 啊，我们相信了。我们传递给孩子，不管他的行为现在是什么状况，我们传递的那一份信任孩子，你一定可以好啊，你一定可以。行行出状元呢？那一份信任。 很可能是每一个孩子啊，在迷途当中啊，回头的力量啊啊，因为他感觉到真正的信任，真正的爱他啊跟大家在上个礼拜也提到啊，我们跟着师长老人家。 真的是很大的福报啊！啊，老人家的教诲啊，不只是高度的智慧啊，他还饱含人生的阅历呀、啊。阅历很重要哦，他会让我们对很多人生的道理。 体会深刻，终身不忘啊！甚至那个经历、那个见识，还会让他感受到人生的使命在哪。啊，夫子在《论语》当中说到：“不知命。” 我以为君子啊，啊不能知道自己这一生对家庭家族啊要尽什么责任啊，什么本分啊，这个就是天命啊。 啊，包含延伸开来，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、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？老人家知道啊，所以他九十岁高龄啊，诚德记得。九十。 二三岁的时候，啊，有一年飞欧洲，就飞了好几趟啊。所谓“但愿众生得离苦啊，不为己身求安乐啊。”啊所以我们香港佛教教育协会王会长。 在那一年，陪着师傅的这些姻缘，啊，他也飞了好多趟啊，所以我们要从事教育工作，我们要看懂佛陀在表演什么，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。 要看懂孔子在表演什么，他是我们教育界的至圣先师啊，我们的言行以他为标准啊，啊，折衷于夫子啊，而我们也要相信佛菩萨。 啊，圣人他们的智慧啊是超越时空的哦，不然我们可能会起一个念头，哎呀，那个过时了。啊，智慧是不会受时空的障碍的。啊，而尤其啊，我们一直师父上人呢、啊。 我们更要看懂他老人家所说所做，因为毕竟佛陀离我们三千多年了，啊，孔子离我们两千五百多年了，要能弃机，他也是能弃理呀，不然只有弃机，不能弃理呀。 魔说法了，啊，他是已经沉船到头了。然后应激说法，所以我们要看懂老人家的教导跟表演呢、啊。啊，老人家曾经说过、啊。 找一个好老师很难啊。找一个好学生更难呐、啊。啊、哦，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句话的感受如何啊？哦、好老师那不是师范学院毕业。 就是个好老师了啊，在《韩氏外传》里面提到了啊，如源泉呢、啊，智慧像源泉一样一直往外冒啊，所以代表他不是既问之学哦。 记忆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哦，啊，温故而知新，啊，他一接触人事物，他就生智慧。啊，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啊，有一天我们跟老人家吃饭，刚好。 啊，我们弟子们呢在谈话，啊，老人家听着，听到我们讨论呢教育的一些理论，其中讲到啊人本主义学派，啊，这个我相信我们啊在师范院校啊都有学过。 那我自己啊，去学教育学分呢、啊，是有接触老人家经教之后，才学习这一些现代的教育理论。啊，我自己感觉啊，是不一样的啊。啊，假如没有老人家教导，可能我先入为主啊。 先入为主的东西啊，要再把它拿出来，不简单，不简单哦。那结果啊，因为呃，陈德跟着老人家学习啊，老人家还推荐一本书啊，《德育课本》。哇，将近八百个。 圣贤人呢、啊、的榜样啊，跟用八德编成的啊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家想一想啊，我们的孩子啊，这本书的作者蔡振生先生呢、啊，就是他小时候他父亲给他讲的故事啊，他最后把它记下来了。 哇，你看这个家教不一般啦！啊、哦，他父亲啊，把几这个七八百个圣贤人请来教他的孩子了。好、哦，哎，留下了这个印象，也看了一些啊，每一次看就很受鼓舞啊！啊，每个圣贤人的风范。 都会激励我们本有的佛性，本有的本善因为那是一个殊胜的缘分呢、啊，看到榜样了，圣与贤可循至啊！所以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呢啊！为什么读《无量寿经》？ 看到阿弥陀佛从因地修行，啊，最后发这个发愿，啊，积德累功，啊，积功累德，最后成就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阿弥陀佛，他整个成就的过程，触动我们的佛性了、啊。 我们生起了啊效法的心呢、啊，啊，尤其啊读到阿弥陀佛发愿啊，因地发愿啊，为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使成佛啊，我们随文入观呐、啊。 所以老法师让我们早课啊念四十,十八愿呢、啊，是有深意的啊,啊。但很多话不能讲破啊，讲破了呢，我们的物门呢、啊、受影响了。哦，这都是老师的用心哦。啊，每件事都讲破了。 那我们都当知识背而已了。啊，有一个同修啊，请教老和尚怎么修行啊？老和尚说：“你先把《无量寿经》啊念三千遍。”啊，他也很很听话，回去念三千遍了啊。练完之后啊，又来找老和尚了。 老和尚，我已经念完三千遍了，接下来呢？啊，老和尚说再念三千遍。哇，那无量寿经哪一句不是修行的指导啊？啊，念了三千遍，没有一句入心。 所以都要善用心，我们才能有所领会啊啊，陈德曾经啊，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啊，遇到一位老同仁了、啊，啊，他到马来西亚找我。 啊，他跟我分享啊，啊，他前一段时间呢、啊，啊，把《大经演义》啊，哇，六百集啊，听了一遍啊。我当时听的时候呢，羡慕的要命啊！<laughs> 哦，我们任务在身啊、哦，要拿出一千两百个小时听经啊。 啊，没这个福报啊！哎，他听了一千两百个小时，很羡慕。啊，接着我就请问他：哎、你这样听下来啊，给你最深的感悟是什么？他停了一下，回答不上来。 哇，一千两百个小时，哪个体悟最深？假如回答不上来，那有哪一句留在心中啊？啊，所以听经不能听成形式哦，早晚课也不能变成形式哦，持经也不能变成形式哦。 哎，跟大家讲到，我们要看懂佛陀的表演。佛五十说法当中呢，波若讲了二十二年，几乎占一半哦。波若就是提醒我们，因无所住哦，一走形式了就着相了哦，就变成交作业而已啦，甚至于变成应付了。 那学佛是用真心啊，应付就不是真心了。所以做早课不能应付，跟任何人谈话，跟任何学生谈话都不能应付哦。啊，我们起个心，哎呀，他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他怎么又犯错了？这个心就烦躁了。 维摩诘居是告诉我们：“直性是道场啊，无虚假故啊，不能应付，不能虚假啊。”老法师啊，慈悲啊，教导我们什么是真心呢？怕我们体会不深啊，因为一般经典呢、啊。 比方说，教我们怎么用真心。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讲的，啊，自成心、身心回向发愿心。啊，《大乘起兴论》讲的，直心、身心大悲心，都不是很好懂。哎，老人家一讲，啊，真诚。 真心的体啊，啊，身心一般我们一听不容易体会了。哎，老人家慈悲啊，亲近平等觉。哎，清净啊，我不能说染污啊，啊，平等，我不能高下傲慢呐、啊。啊，觉啊，觉悟啊，不迷惑，不感情用事啊。 比较好关照了，哎，自受用清净平等觉，他受用慈悲啊，这五心就是真心啊，我们的念头啊，不偏离这五心，我们只要用这个五跟五心相应的心念。 对啊，学生一定有帮助，不止对学生哦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有利益哦。佛门讲啊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正报是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我们的心是真心，班上的学生是我们的医报啊。 啊，团体的同仁、职工是我们的依报啊！啊，家里的亲人是我们的依报啊！都随着我们的政报啊，在转呢、啊。哦，所以都不能执着。 不能应付哦，这个不能应付啊，真的也不简单哦。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啊，承担的责任，不管是工作上还是家庭上的责任，都不轻松啊。好，但是我们一烦躁了。 就得不到佛菩萨加持了，所以修行人啊，铁定要过这个耐烦这一关呢、啊。啊，为学第一功夫啊，要降得浮躁之气定，啊，不能让心啊烦躁起来，一有征兆。 阿弥陀佛，啊，真的实在太累了，赶快打坐一下啊！打坐，心里默念佛号，啊，观想阿弥陀佛放光照我们，啊，宇宙间的能量是很大的啊，就怕我们一生烦恼啊，想加持我们加持不到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很累的时候啊，真的有个小建议啊。 大家闭目啊，打坐养神一下，啊，然后啊，默念这个《静修结要》第三十一拜，啊，一心观礼啊，尽虚空，遍法界，常住三宝。哇，这个念头请的佛菩萨不少吧？ 十方护法菩萨啊，连护法龙天都请了啊，金刚梵天、龙神、圣贤等众，连我们历代圣贤都请来了啊！啊，这个加持力啊很大。我们要知道，佛菩萨同体大悲，只要我们为孩子好，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众生。 都是佛菩萨的心上肉，因为佛菩萨同体大悲，这个我们不能怀疑哦。他已经进正入法身了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的身体肯借给佛菩萨用，啊，他们的加持力啊就上来。 啊，承德自己呀、啊，也有经验啊，哎，好像觉得特别累啊，哎，突然接了通电话，啊，跟人家谈几句佛法，哎，好像精神啊就提振不少。哦 <laughs>，oh. 好，所以读《无量寿经》是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啊。 把我本来的弥陀自信透过阿弥陀佛的行持啊唤醒了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诸大菩萨的行持，啊，把我们的本善唤醒了，啊，包含西方极乐世界六层说法，啊，德风花雨妙香天乐。 全词灵素宝网灵情，都是我自性本有的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红明正章、自性，净土方显唯心呢、啊。极乐是是自我自己的心现的哦。好、哦、十万亿城去此不远，心作心事。 所以这个禅宗跟净土宗啊，也是一不是二哦。所以我们读了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哎，那我们得发一个愿啊，让我们的班级呀、啊、成为净土。啊，树生我刹受我安乐。<laughs> 哦，那这样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就就变成我们的工作。 啊，生活了、哦。啊，老法师说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变成人生的剧本。啊，塑生我差。啊，哎呦，我自己的班级就是一方净土啊，啊，我自己的学校就是一方净土啊。啊，所以承德啊，现在望着啊兰彼得小镇。 这个纬度啊，啊，跟苏武牧羊差不多。啊，有一个台湾啊，已经移民到英国来的同修，啊，他是嘉义人呢、啊，啊，弄南波人哈、哦，嗯，啊，讲起啊、呃、普通话呢，啊，都非常普通啊，哦，都有这种。 台湾普通话啊，台湾国语的腔调啊，啊，尤其在英国相遇啊，听起来格外亲切啊啊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看到你们有时候会来几句台语哈、啊，不然我都没有机会练习了啊，这样就会如来如美认证。 哦，这个语言不练不行啊！啊、哦，而且闽南话呢，非常的美丽呀、啊，精碎呀，啊，讲着讲着，就像唱歌一样，它有韵脚。啊、哦，比方说，我们很熟悉的这些俚语，啊，几几臭。 一点咯，天无绝人之你看，念着念着就有点要唱起来了吧？啊，恶辈恶人客啊，恩知辈去读的管乐呀。<laughs> 哦，所以大家有责任要把闽南语哦传承下去啊、哦。这个闽南语，依据考证啊，可能是唐朝的国语哦。 啊，你用闽南语啊，现在去越南啊，买东西可能还买得成哦，嗯，啊，那那个调还在哦，那他一看到我啊，他就说，哇，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你回不去了，啊，因为呢。 你这个纬度跟苏武牧羊差不多啊，啊，苏武牧羊是十九年，哈、哦，哎，我心里想啊，我们这一眼望过去呀、啊，都是羊啊，哦，所以我，啊，跟我们汉学院的同仁，啊，啊，刚好啊。 站在一个高处啊，望下去整个兰彼得小镇啊，我就跟他说、啊：“哎，我们把这一大片牧羊的地方都变成有机农田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都来吃素，救地球啊！现在救地球最好的方法就是吃素了。啊，然后呢，哎，把这个地方啊。” 变成汉学城，啊啊！我们传统喜欢简单啊，我看就变成汉城好了。<laughs> 哦，现在汉城已经变成首尔了，这个名字没人要啊。<laughs> 哦、这个劝发菩提心闻说：“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；金刚飞坚。” 愿力最坚呢，我们要发愿呢，啊，因为现在全世界太需要修身齐家治国的学问了，啊，大学里面没有凸显平天下，为什么？ 因为是人家愿意来跟你学的，不是你硬拉人家来跟你学的啊、哦！所以那是桃李不语，下自成蹊呀！啊，唐太宗那个年代啊，曾经啊，有使者来啊，要透过七个人翻译啊，等于是这个使者讲一句话，要透过七个翻译啊，然后讲给唐太宗听。 啊，唐太宗讲一句话，再经过七个翻译啊，再讲给对方听。可见当时候来朝的国家有多少啊？好，那这么多国家呢，给了唐太宗一个封号，叫天可汗，天下的共主。那不是自己要的哦，那是人家佩服自己，心悦诚服。 给的哦，所以大学里面为什么平天下讲的少？我们有时候都顺着自己意识了啊，那我给他加一点吧。哎 <laughs>，为什么修行从啊所谓成其意者，物致其也？哎，为什么没有从格物开始讲起啊？ 格物是来物啊，是什么起心动念啊？那个很细微啊，啊，那个用佛门来讲，一念不绝啊，深山细啊，哇，那个讲起来要花不少时间啊，包含一般的人要从这里下功夫啊，不简单啊。 你看古人都有深意耶，可是我们可能觉得啊，古人没讲，来我加吧。所以老法师说，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。啊，诸位老师啊，你们已经知道答案的不说啊。哎，老和尚说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。 你们知道哪八个字吗？哎，我听到这个很感动哎，因为我跟大家保证，所有的高深大德没讲过这句话，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。啊、哦，为什么陈德保证呢？ 因为那个时候的以前的人哈，都守这个规矩呀、啊。他要求学，首先三跪九叩拜孔老夫子啊，以孔老夫子为标准呐、啊。哇，那现在的人这个认知啊不深呐、啊。但是这八个字却是。 整个修学的成败啊，所以老人家慈悲善巧啊，他以他自己说，我最佩服孔老夫子。那我们每一个学生一听，耳朵就竖起来了，最佩服呀、啊！哎呦，到底哪八个字啊？我们就不会忽略了最重要的心态。 所以上一次还跟大家提到，你看老人家怕我们落了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，他老人家还在后面加三句，紧接着还要，for example 啊，举例说明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这个苦口婆心啊，我们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。 都要效法佛陀劝众生，劝了多少年了？四十九年呢。那我们要劝学生多久啊？哎呀，我都讲了他两次了，还不听，气死我了！哦，承德啊！ 当时候，啊、呃，教了两年书，好，然后有同事啊就跟我说：“啊，哎，我看你好像没跟学生发脾气呀、啊。” 啊，陈德说：“哎呦，我没有资格给他们发脾气啊！为什么呢？我说，因为啊，释迦牟尼佛第八千次来劝我啊，最后一次还劝了四十九年，我也还没听，我还在轮回啊！啊、哦，所以我自己很惭愧啊，我当学生不及格，我现在才劝学生两次，我我没有资格发脾气了、啊。” 所以，佛在给我们表演了、啊，孔子在给我们表演了，啊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啊，所以当时候啊，啊，我记得，啊，这个考正式老师啊。 我们家对面刚好一间学校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两百多人报名了、啊，啊，录取二十一个进复试，啊，第一个是笔试啊，啊，这个女老师特别哦，文笔好，所以二十一个人里面只有一个男生呢、啊，就是我进了复试而已。 哦，所以后来复试呢，现场讲课啊，啊，我要去考场的过程当中啊，遇到他们学校的老师，哎呦，今天还有男老师啊，啊，我们学校就缺男老师，我心里想，哎呀，很有希望啊，很有希望。然后我当场还起念头，啊，假如让我考上了，我好好。 教这个地方的子子孙孙啊，后来就进去考试了。印象最深刻的啊，是坐在正中央的考试的主考官啊，有三个老师啊，最最中间那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哈、啊，那一位校长啊，他看到我就说了。 你有没有行政经验呢、啊？我刚刚考正式老师的、哦、啊，才才不正式老师才当了一年，代课老师当一年了啊。我辞掉之后又重考啊啊，然后还没什么行政工作了啊。有算过营养午餐的出纳了啊，有当过了。<laughs> 哦，当时候是。 哎，人家选完的课，哎，全包，因为我是代课老师嘛，剩下的全给我吧。好、哦，但是呢，我们接受老和尚教诲了，哎，能担多承担呢、啊，是福报，多承担多修福啊。哎，哪个女老师啊，孩子还小，突然有什么状况，发烧了。 可不可以帮我带个客、啊？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哎，你慢慢广结善缘哦。哎，人家有什么好吃的就送给你了。哎，你吃素啊、哦？对对，哎，这个东西是素食的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有老人家的教导啊，哎，我们时时提起啊，很欢喜。 这个校长问我有没有行政经验呢、啊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带学生出去得奖啊？没有。啊，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没有。啊，我心里想，你怎么没有问我你有没有爱心呢、啊？啊，我会说有有。哎 <laughs>，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吧。 啊，所以后来呀、啊，结果是被举啊，还有被举啊。我本来想说，哦、我假如考上了，那我就住对面了。每一届毕业的学生都找得到我啊，多好啊！他们路过的时候还会上来啊，我们家喝一杯红豆汤，是吧？ 啊，泡一壶茶，请他们来。因为百年树人呢、啊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带他两年，所有他人生、做人、做事都交给他了。纵使交给他了，他体会也不深呢、啊。他也要随着他的成长去领悟啊。啊，他遇到挫折瓶颈。 他首先想到啊，我去找老师一下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嘛。我还想好我们社区有个教仪厅啊，啊，礼拜六礼拜天我有空的时候还可以推展读经啊，啊，教教弟子规啊，我算盘都打好了，结果被拒。 哦，好几个地方都被举了，最后没上。<laughs> 哦，后来我就去了啊海口了。哦，啊，当然了、哦，没考上啊，也是一个考试呢。考我们什么？有没有得失心？不然没考上哦。 心有不甘啊、哦，甚至于还起个念头：我这几年做了不少事啊，《了凡四训》不是说可以改命吗？怎么连一个老师都考不上呢？自己都开始怀疑了。哦，哎，这个境界一线前呢、啊，自己有没有患得患失？哎，我检查自己啊，没有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很相信老和尚教我的一句话：“佛菩萨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。”哦，这句话太好了、啊、这句话能受持啊！啊，承德跟你保证，烦恼去掉一大半。 啊，我记得我观察老老和尚，在讲啊，张家大师教导他你一生学释迦牟尼佛，你的一生佛菩萨安排，自己不操心啊。承德观察呢，老和尚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带着笑意啊。 啊，我就想了，老法师啊，不怀疑老师这句话，所以他应该是六十多年前听到他老师这句话，他就不操心了。理德这个道理，这个真相，他不怀疑的。理德心安，心就安住在。 宇宙人生的真相了，哦，所以我们也得冷静检查。哎，我现在对未来还有很多担忧，那可能我的心呢、啊、没有安在真理上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预知将来结果，只问现在功夫。 啊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那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、啊。好，所以生性因果啊，四个字啊，也是阿且陀药哦。当信佛经与身呐、啊，这每一句佛法。 其深无底啊，其广无边啊。哎，人为什么会懊懊恼过去？因为不信因果，相信因果了，不懊恼了。啊，最懊恼的事啊，反而转成释怀了。 啊、哦，你说，哎呀，他对我好过分呢。他对你越过分，你转过念来，消的业障越多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我们接受了，这些业障就爆掉了。我们不接受了，啊，还常常想的就很气愤。 那就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了。哎，大家不要小看了、啊、调伏自己的烦恼的重要哦。哎，烦恼轻了，智慧也会长啊。那个上课起来啊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。 啊，今天假如一个事搁在心里面，讲课讲着讲着卡住了，没灵感了、啊。心生种种法生啊，心的状态很重要啊。了凡四训告诉我们无过旧而横批恶名者。 子孙往往做法，所以被人家毁谤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被人家侮辱，好事还是坏事？哎，他送福报给自己呢，还给后代子孙呢。所以以后遇到啊，人家侮辱你、毁谤你啊。 你还谢谢他哦，不止业障消掉了啊，等他回过神来啊，因为你们彼此有业力啊，等到这个业力化解掉了啊，爆掉了，他心里会想：哇，这个时代怎么还有这么有修养的人？哦，还在弘人教书。好、哦，哇，他到底是？ 学什么的？一打听，啊，跟净空老法师学的，哦，跟悟行法师学的，哇，人家有信心了，开始接触老人家的教诲啊，法师的教诲了，那不是成就了人家的法身慧命吗？ 啊，把一个恶缘就转成法缘了。这了凡事情教我们了，所以真正把理搞清楚了，这个世间没有坏事。华严经说“世事无碍”啊！啊，诸位老师，你们希不希望你的学生练就成世事无碍的？ 心境，哇！他们真的练成了，你不用为这个学生担心了。但是我们自己先得先练成哦，<laughs> 不然我们怎么传给他世私无爱呢？<laughs> 哦，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强调君子务本。 本立而道生哦，啊，父母老师是原件哦，孩子学生是复印件哦，啊，我们原件得要先做好啊。 上一节课啊，还跟大家提到啊，陈德啊，在南京居美星啊，跟大家交流一个主题啊，啊是做孩子一生的贵人。那当时候啊，真的是三宝加持啊，我自己讲完，我自己都很惊讶，哎，我怎么会刚好想到一些灵感？ 啊，所以真的不是自己的能力啊，能讲的。好，就像刚刚跟大家说，啊，张家大师教老和尚的，啊，学释迦牟尼佛，你这一生啊，佛菩萨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。这两句话啊、哦，要连着听哦，不能听半句哦。 不能直接说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哦。第一句是充分必要条件啊，是要学释迦牟尼佛啊。为什么学释迦牟尼佛？不是说要出家啊，是要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正法为众生，不为自己的。 这个每一个人都做得到，只要肯发心。好，好，那学释迦牟尼佛，好，有这个前提了。那不管出家在家。 都能受持啊！李炳南老师教导的“至诚感通”，好，我们讲学，不管在学校还是对大众，哎、欸，这四个字啊，真灵啊！好，所以当时候，陈德就说：“做孩子一生的贵人，什么时候做呢？” 在孩子面前做，在孩子背后就不做了吗？啊，孩子面前不生气，回到家还生气，哇，那我们就不不就变成变脸了？啊，哎，学校登一个样子，啊，回到家登又是另一个样子，哎，变脸有时候会变错呢，是吧？啊，那个脸翻错了。是吧 啊，应该是同一个脸吧？皆从真实心中做吧。对孩子是用真心，对家人也是用真心嘛。对领导是真心，对下属也是真心吧。啊，勿产妇，勿交贫，勿厌故，勿喜新呢、啊。啊，产妇交贫就变心了、啊，就分别心了、啊。 啊，所以这个做，应该是随时随地呀、啊，都在影响孩子哦。甚至于你不讲话都在影响。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小时候的记忆？啊，你回到家，你爸爸妈妈心情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？他还没开口。 小孩就知道了。今天哈、哦、少讲话，目前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迹象，都感受得到啊！啊、嗯，所以一个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发过脾气，你说她带出来的女儿？ 会脾气很大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娶妻要要看丈母娘啊，买牛要买尾巴长，这个都是人生的阅历啊。啊，现在呀、啊，真的有见识的人不多啦，啊，都被电视教坏了，啊，电视通通让这个。 男男众都是只看什么啊外表的啊身材的，通通被引导到啊知末，甚至是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上面去了啊！这娶妻要娶德啊！ 那很现在很少啊，电视啊是讲这些真理的了，好，那做孩子，谁是我们的孩子啊？啊，那假如把每一个学生都当自己的孩子。 你的潜力啊，会增加几倍。为母则强啊，为父则强啊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同仁，啊，他面对一个学生呢，觉得哎呀，很想放弃他。突然起了个念头，假如他是我的儿子，我会怎么做？他没其他想法了。 自己的孩子不会有放弃的念头啊！那每个学生也都是他父母的亲生骨肉啊，感同身受啊！啊，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老师的爱护啊？而且一切事不离因果。 你为学生好啊、哦，是因哦。你的孩子走到哪，都被老师被人照顾是果、哦。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所以人世间呢、啊，没有吃亏的事啊，也没有占便宜的事啊。 所以，我们把孩子、学生呢、啊，都当自己的亲生孩子。这个不是我要求的哦，这个是我们的道统哦。我们教书要跟孔老夫子学哦。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：“回事，事于由父也哦。” 颜回把我当父亲啊，所以师徒如父子是有出处的哦。哦我们看那个颜回啊，在那个危难当中啊，我看可能是啊，有一些古书他在那抢救啊，所以最后才回回到队伍里面来、啊。 孔子在那里等的很担忧啊最后他最后一个回来，孔子脱口而出啊，那个是父子的至情啊，这个师生的至情啊，脱口而出、哎。回呀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啊，颜回说。 夫子啊，子在，回何敢死啊？夫子你还在啊，我怎么敢死呢？所以这句话代表颜回对于夫子的志向，他很清楚，对于夫子。 他对整个道统的重要性，颜回是非常清楚的。他也知道，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。他要竭尽全力辅佐夫子，完成夫子在这个跨时代的使命。所以，颜回说。 夫子，你还在我怎么敢死啊？好、哦，但是大家不要又想了，那颜回四十出头就走了，他那一份心啊是真切的、啊，但是生死有命啊，富贵在天呢、啊，我们人。 都有过去生的业报啊，啊，这样的大圣大贤啊，有时候他业报早现了啊。但是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呢、啊，假如沉船夫子的是颜回，可能我们每一个弟子说。 哎呀，那颜回可以啊，我们不行啊。哦，颜回不迁怒不贰过，哎呀，这个我学不来啊。可是大家想想，最后成传夫子道统的是曾子哦，《论语》里面孔子对曾子的特质。 说生也鲁哦，啊，曾子他的天分呢、啊，他的特质啊，是比较鲁钝的哦，不是那种反应很快的哦。可是他很老实听话哦，他很有责任感哦，事不可以不同意，任重而道远，是他老人家说的。哦。 再来，他也很用功哦，吾日三省吾身哦。这个有心的人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哦。啊，所以真子传道统了，那我们每一个人说，哎，我也不算很笨了、啊，哦，我也不算很迟钝了、啊，哎，那我只要用功了，都行了。 但颜回那一句话，“只在回和敢死啊？”这是我们每一个要沉船道统的弟子都要有的心境哦。这一句话，我们要对师父上人说、哦。 哎，只要是你老人家要干的事情，您有大智慧，一定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。啊，我有几分力啊，我一定尽力做几分。好，啊，我相信我们这一份心呢、啊，老人家是知道的。 所以，我们请佛注释啊，不是感情而有。啊，要依教奉行而我们要依教奉行啊，信解行证，我们首先要信，进一步理解，理解了，我们才能依教奉行。 所以有人会改经啊，那他对老祖先的智慧不够信，他没有体会到，他又觉得自己很对。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啊，找一个好老师很难啊。我跟大家分析了上上个礼拜、啊。 老法师，假如出生在上海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老法师学了。他老人家刚好生在桐城派的地方，他才有那些基础啊！啊，他的姑妈是大家族哦。再来，老人家还上过几年私塾哦，还三跪九叩拜孔子、拜老师哦。老和尚说。 他那几个月的私塾，让他扎了根，啊，他这一生不会被外在所诱惑，就是因为那几个月私塾扎的根，所以他感恩中华文化、传统教育啊，他要报恩呐、啊。所以他老人家说我牺牲生命。 都要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，因为老祖宗的教育给了他会命啊！我们的人生怎么报都报不尽的父母啊、老师的恩啊，而他们对我们又是无所求啊。 我们最重要的，呃，依教奉行了、啊，来报恩了、啊。那刚刚跟大家提了，哎，大学里面为什么从物质期开始？因为我们一般的人从诚意振兴用功啊，比较下得了手啊，直接啊，格物就是来物。 起心动念很细微，人不容易察觉。啊，自知啊，他就是起绝招、啊。我们说格物、习灭贪嗔痴，自知勤修戒定慧。啊，但是起心动念太细了，不是一般的人用得了功啊。 啊，所以老法师说，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那个妄，放下妄想，放下起心动念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再修。啊，那个一放下是法身大师境界比较高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练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像禅宗是一下子的起心动念都放下。 但大家注意哦，老人家有说，他三个老师都告诉他，不要学禅哦。不是说你禅连碰都不能碰，不是这个意思了。<laughs> 不能以禅宗为你这一生了生脱死的修学方法，就提醒啊，现在。 要透过禅宗了脱生死，靠智力啊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哦，当然哦，大家不要听我这么一讲跑去跟你学禅的亲戚朋友了，不能学禅。陈德华是说的啊、哦，我什么都没有说啊。好 <laughs>、哦，他他假如很相应哦。 那你也不能硬拉人家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可以劝他，不能靠智力，很难啊。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：“啊，我斗胆的说，这句话很慈悲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斗胆的说、啊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只要不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一生要了脱生死。” 不可能，这都是慈悲啊，大慈悲啊！怕我们走弯路，修了二三十年不得力，已经身体比较虚弱了，再来学净土啊，一念佛就打瞌睡了。那这二三十年，假如都拿来修净土，那还得了啊？哦，那能够。 哎，你真的学禅，但是呢，把修行啊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心量广大啊！你学大乘，任何法门都可以可以。好、哦，在《三倍往生》啊第二十四品里面提到：若有众生助大乘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。 啊，你修的功德，你不求人世间果报，回向希望界的世界，是可以的。他老人家就可以加持你了，啊，他的愿就到了。但以老人家的根性哦，他的老师都提醒他，你不要学禅。这些话都很重要哦。 我们当学生的要会观察，哎，人都有过去生的业习种子哦，啊、哦，比方，以前学小陈呢，啊，你叫他多帮助别人呢，他比较不喜欢，啊，他自己啊修的很清净呢，他很高兴，啊，一一有人来找他呢，他嫌烦。 哎，不是说我们要去攀缘哈、哦，不是啊，人家真正成熟，啊，啊跟你切磋了，你要安住当下，不能啊念佛念得很热，贪贪法乐也是贪哦，啊要随缘尽份尽点力啊。 哦，所以啊，跟大家提到，老人家他人生过程每个环节都不能少哦，他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啊，没有方东美教授，老人家对佛教的误会没办法扭转，所以他感谢方教授啊。 啊，没有张家大师那三年，把他老人家修学的正知正见建立起来，扎了根了。那后面遇到李炳南老师，才能有这么大的发挥啊，根深蒂固，才能枝繁叶茂啊，得到四大活佛之一的张家大师教导。 所以我们不止感恩师傅上人哦，要感恩他姑妈哦，<laughs> 哦，感恩老人家的三个老师哦，哦，感恩周邦道校长哦，感恩对老人家一生影响都很大哦，哦，老人家一提到他的校长老师啊，爱学生超过爱他自己的孩子。 啊，老人家又说啊，我的老师啊，对我们学生的影响超过我们的父母啊。他们是流亡学生啊，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，好找一个好老师啊，很难呐。 老人家是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啊，而且也才有机会上了几个月的私塾哦。他的弟弟小他六岁，没这个机会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上一节课说“机不可失啊，时不再来啊”，时间因缘可不容易啊。 所以，郝老师，我们刚刚提到了，啊，是要自如全员哦，智慧时时能够涌现，啊，行可以为表仪啊，就是他的一言一行啊，可以给学生做榜样啊，所以又有智慧，又有德行。 所以我们啊有因缘当老师了啊，我们以佛陀、孔子、师父上人为榜样哦，啊，不断提升我们的智慧德行，我们就能传道授业解惑。 啊，尤其刚刚跟大家提到，我们希望孩子啊，他能事事无碍，我们自己得先练成。而做孩子一生的贵人，一生。 代表我们当老师的在教孩子，不是着眼在他眼前的分数而已哦，不是说分数不管啊、哦，不只是着眼在眼前的分数、眼前的技能，而是要着眼在影响他一生最重要做人做事的态度、能力。 那他这一生才会幸福啊！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反思啊，现在的孩子在家庭他要面临什么？他踏出家门，在学校他要面对什么境界？他学校毕业踏出社会，他又要面对多少考验？而 这些能力都不是大学的时候学的，都是他越小的年龄越需要扎根啊。少成若天性、啊、习惯成自然啊。所以师父在同盟养正啊，现代同盟。 养正教育的落实里面提到、哦，同盟养正啊，才能出得了大师级的人物哦。大家注意哦，一百年前大师级的很多，哦，可是那个时候教育普及率还不高哦。我们现在教育普及是到百分之九十八、九十九。哦 可是出不了大师级哦。关键在我们教学的内容、轻重缓急、本末先后，我们有没有认识清楚了？啊，我曾经跟。 大众啊，在交流啊，底下有老师，也有当父母的，啊，甚至于，是当领导的，啊，天地君亲师啊，这三个角色很尊贵哦。上一次跟大家提到啊，广东有一个企业家，他反思道。啊，我不能只是觉得我给。 国家交的税收呢，就是贡献呢假如我的员工到了我的工厂，染上很多恶习，结果又搞到夫妻离异，孩子都没有用心教，那我到底是对社会有贡献，还是反而给社会不好的影响呢？ 所以，君父，君父啊；师父，师父啊。所以，当老师、当领导的，都要以父亲的心境、父母的心来对待学生、对待下属啊。所以，“君亲师”三个字，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期许啊。 啊，当时陈德问了，啊，你有把握你的学生、你的孩子不会得癌症的，请举手。啊啊、大家配合一下啊，啊，你你有把握你的孩子跟学生不会得癌症的，请举手。啊，这第一个问题啊。 第二个问题，你有把握你的学生不会得忧郁症，不会得不会自杀的，请举手。啊，第三，你有把握你的学生孩子不会离婚的，请举手。啊，你有把握你的学生跟孩子。 啊，能把他下一代教好的，请举手。啊，你有把握你的学生不会犯法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我就这样来连续问了几个问题。啊啊，诸位同道啊，这每一个问题。 只要有一个情况出现在我们学生的人生，他想快乐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哦。再来哦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延伸哦。啊，你有把握你的亲人不会得癌症的，请举手。 哦，你有把握他们不会得忧郁症的，请举手。啊，因为啊，一个家庭里面，一个家族里面有这些情况出来，对整个家族的影响也很大哦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况哦。所以，我们看事不能只看他眼前的分数而已了。 要看得那么深，要看得那么远哦。所以我们刚刚说，那得培养孩子事事无碍哦。他真的有这些境界现前，他会用积极乐观、反求诸己的态度来面对，他就可以转烦恼为菩提，化危机为转机。 那这样的功夫啊，我们老师自己得先练哦。啊，我们真肯练呢、啊，那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、啊，那比古人还要强。<laughs> 为什么？现在太难了，还肯发心啊？那诸佛菩萨的独生子女啊，那个加持力会非常明显。 所以刚刚举了《了凡四训》的例子啊，啊，无过就横批恶名者，子孙往往作法。近缘没有好丑啊，好丑起于心呢。啊，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都是正向的，啊，就没有坏事了。 《金刚经》有一段话，也是教我们世事无碍啊、哦！金刚经》提到了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啊，若为人轻贱，被人家轻贱毁谤了啊，世人。 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啊，已经世人亲见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！啊、哦，不知道大家读过这一段经文没有？啊，你受持。 金刚经啊，受持大成经呢，还被人家毁谤啊，人家找你麻烦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我们先是罪业、啊、有中三恶道的因呢、啊，才会现这种净缘哦。啊，那就由于他们对我们的毁谤、五路轻贱，我们以前三恶道的这些业呀、啊。 爆掉了！啊，诸位同道啊，中了三恶道的夜因呢，那一定要受报呢，除非你把它化解掉呢。哇，三恶道好不好玩啊？一下去很难出来呢。黄念祖老居士说：“三途一堕，五千劫呢。” 啊！一想到地狱啊，这个啊，登高山也啊，这登刀山也，则举体无完肤啊！刀山呢、啊，你登上去，整个身体都被肢解开了。 这是地狱的真实状况啊！啊，攀贱树也，则方寸皆割裂。佛是真语者、啊、讲地狱那种情况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啊有时候念到这一段呢，这是《劝发菩提心文》的教导啊，头皮都发麻，这种情况啊，那多痛苦啊！ 一日死生，地下美经万变呐、啊！一遭苦痛，人间已过百年了。我们这一生啊，不能再轮回了，不能再堕到三恶道了。今生不将此生度。 更待何生度此生呢？啊，所以《地藏经》里面哇，哪些是地狱业报啊？啊，其中有一条啊，慎重啊！啊，佛讲的五逆十恶啊，他老人家可以救啊。有一条啊，道藏诸物很难救啊。 因为佛门的东西它通十方啊，哇！那你偷佛门一个东西，那债主那么多，很麻烦啊。那都是地狱业报啊。而我们现在传统文化单位，大部分用的都是十方财呀，啊，一分一毫要慎重。 这是对十方才的恭敬啊，不能大手大脚啊！哦，哎，不能谁跟我关系好啊，我就啊，哎，多给他一点，那都是十方财啊，你不能自己慷慨啊！不以人情做佛事哦，宁可己身堕地狱。 不以人情做佛事，这是祖师的教导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以人情做佛事啊，会让接触到的大众失去信心啊，断人慧命啊！我宁可几身堕地我也不愿意当障碍别人的法身慧命。 我不能造成别人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师父上人的团体也是这样啊？”勾心斗角，比我们世间团体还厉害。那你说他敢不敢学佛啊？他还不了解、啊，看到这些现象怕了。那承德啊，啊那一天。 啊，有一个我们的同学，啊，说到啊，承德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我说我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呀、啊，我是戴罪立功啊，啊，以前智慧德能不足啊，又都当领导者，啊，下错不少决策啊，啊，佛菩萨慈悲啊。 还让承德有机会，啊，可以尽点力啊，啊，可以戴罪立功啊，所以弘法不容易啊，护法也不容易啊，护法的难度啊，比弘法还难呢、啊，因为护法面对的人事境缘更复杂。 而我们在护法的时候啊，不能以以前做人做事的习惯哦，要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，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。我们刚刚讲啊，要深信因果、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。 啊，面对啊，曾经自己走过来的路，哪怕是犯错的人呢，啊，承德引以为戒之外啊，也觉得自己啊没有尽到本分的，啊，自己的智慧德能不足，啊，让团体的人造了地狱业，自己是有罪过的、啊。 但是毕竟啊，亡者已矣啊，来者可追啊！啊，以以前的经验，更好的来护念当前的因缘呢、啊。啊，尤其我们领导者，啊，不能着眼在用他做事上而有。 哎呀，没人了，赶快找人来！一个团体能够真正发挥团队的力量，最重要的不是人多，是建和同解一个团体花最多的精力的是什么？内耗。 团体的支见不一样，大家做一个事，看法都不一样，多头马车，啊，其实做事不累啊，处理人事是最累的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、啊，你想让他改，不可能，除非他愿意改。为什么？主办圆融，一个成年人愿。 愿意改变，别人才帮得上忙。啊、哦，有的女子说：“啊，我要去救这个男士，啊、哦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我说：“你得是地藏菩萨哦，不要开玩笑啊！再来，你就得嫁给他才能帮他。” 你当他的法眷属不是很好吗？你干嘛那么激动呢？再来一个人，他自己要改变，你才协助得上他、啊。万法因缘生哦，因在他身上哎，这个都是理智哦，不能感情用事啊。所以我们老祖宗留了一句话给我们：扶不起的阿斗。 大家要知道了，阿斗遇到谁了？智胜诸葛孔明先生嘞，最后是什么？孤臣无力可回天呐、啊。那阿斗不肯接受他的调教，他再厉害也不行啊。所以什么都要胜于死啊。 生与死啊，不只是对团体的负责啊，也是对这一个同仁的负责啊。爱护他，我们说先入为主啊，交付出来，教儿婴孩呀、啊。你教媳妇，她刚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教她了。先入为主。 同样的，新的员工来了，尤其年轻人，他社会经验都还比较缺乏，一些很重要的做人做事态度啊，我们一定要教给他。还没教给他，他会顺着自己的意思，因为他在家里就不一定听爸爸妈妈的了。你不赶快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教他。 以后就难教了。可是，当我们很忙的时候，我们会忽略这些很重要的机会教育点。所以，大学的校长、大学的学生事务处的负责人，那大学新生呢、啊，要给他办七天、十天的传统文化课程、啊、他先入为主。 不然像我遇到一个学长，告诉我，啊，大学四年叫 university，啊，你玩四年，啊，我真是追星之痛啊！想到我那个黄金的四年了，啊，但是痛也没用，要化悲愤为力量，啊，刚好有机会到大学去分享，啊，抓住这个机会。 供养给有缘的年轻人呢、啊？所以弘法的团队啊，非常难得啊，在功利的时代，我们可能弘护正法啊，但我们也要。 有高度的警觉性啊！啊，米不有出，显克有终啊。这个是《诗经》告诉我们的，往往都有很好的开始啊。可是能够保持到最后的，也不简单了、哦。佛门也讲。 初发心，成佛有余呀、啊。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学佛二年，佛在天边呐、啊。说实实在在话，在这个时代，要能不退步啊，都不简单了。 黄念祖老居士说：“这个时代，进一退九啊，进一个退九个，这第一个意思；第二个意思，进一步退九步啊；第三个意思，进一步退九步的危险，就在那等着啦。” 我们有很多冤亲债主，还有魔王要葬法、啊。我们进了一步啊，产生自满啊，魔得其变啊，都要能保持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才行哦。那不是让大家紧张哦，是很有警觉性。 关照自己的念头，啊、哦，观心为要啊，哦，所以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。我们的爱心要提升了，我们的耐心,细心、细心、细心，历事练心啊。我们越练越提升了、啊。 才是真正历史练心哦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关照关照，我们走上这条路，我们现在的状况跟初发心比起来怎么样？啊，我们应该要豪情不减当年哦。 啊，一开始跟大家提到，啊，我们在桃园上课，啊，一位女校长，啊，她把所有辍学的学生都找回来了，哎，教他们烹饪呢，啊，让他们学技能呢、啊。其实啊，那些不读书的孩子，有的脑子都很灵活的。 结果这一位女校长上台去啊，我们邀请她给我们致辞啊。她说：“社会越乱，越应该要站出来啊，没有难不难做的事，只有该不该做的事。”啊，我当时在台下很震撼哦，那个这个女老师的比比男子汉大丈夫。 还要有气概啊！没有难不难做的事，只有该不该做的事。啊，所以，我们跟着师父一起见义勇为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己身求安乐。啊，尤其今天。 教师节，我们共同发这个愿，把我们的教室变成净土，啊，素称我刹受恩的，常运慈心，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啊，我行决定坚固力，为佛甚智能正之，啊，众使生止。 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这一句话真的入我们的心了啊！只要愿心不退啊，关关难过，关关都能过。实实在在讲啊，关不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境界。 没有问题啊。境界没有障碍呀、啊。障碍在哪？我们自己的念头啊，而往往是一念之间呐、啊。这个念能转过来了，关关难过，关关都能过啊，不是很复杂。 啊，就像我们刚刚假如领受了《金刚经》说的，啊，为人轻贱，先世罪业因堕恶道，已经是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就会消灭了。你怎么会跟他卡卡住呢？啊，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？干嘛找我麻烦呢？<laughs> 就不会这样了、啊。 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所以这些人是把我们送送上当生成就呢。啊，老法师懂得啊，所以老法师把诽谤他的人的名字啊立上牌位啊，每一次讲完经都给他们回向啊，我过去生生生世世。 也有很多业报啊，啊，都是他们，我才能消那么多业呀、啊。那真的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了，哦，所以我们越学越简单呢、啊，简单到只有一。 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啊，不要去分别好丑了，好事阿弥陀佛，坏事阿弥陀佛，啊，哎，都把这个烦恼啊打掉，真诚的去面对他，真的可以过上啊，人人是好人，啊，事事是好事的日子。 啊，那教师节呀、啊，我们想到《劝发菩提心文》说到了啊，父母虽然生育我身呢，啊，若无世间师长，则不知礼义；啊，若无出世师长，则不解佛法。 啊，不知礼义，则同于异类啊，可能就跟畜生的行为差不多了。你看现在纵欲的情况很严重啊，哎，这个都是我们幼儿园老师、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的责任哦，少成若天性哦，哦，虽然他们现在。 十几岁大了，但是假如小时候没教，一下又受外面影响，很难抵挡哦。所以现在教孩子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啊，十万火急呀！哦，若无出世师长。 则不解佛法。其实我们念这一段，啊，尤其承德啊，就觉得啊，没有遇到师长，我铁定是随波逐流，追名逐利了。现在、啊、还在不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？都是个问题啊。啊，因为。 老和尚当时候第一次啊，刚好看到陈德分享的啊光碟啊，就说了短命相啊啊，这老人家有阅历啊，一看啊，我这个就是白面书生啊没什么福报啊啊，但是老人家慈悲啊，让我们可以锻炼，可以培福啊。 所以，没有老人家，可能生命都不一定在啊。那慧命啊，尤其是遇到佛法，那没有师傅啊，自己也是虽智莫能解啊，所以这个恩德啊，浩大啊，所以自己呀，啊，也是希望。 啊，能够为老人家的事业，啊，能尽一点呢，啊，绵薄之力，啊，而首先呢，自己也得呀、啊，好好跟老人家学习，因为。 要从名师受戒，才能入得了佛门呢。啊，专信不犯，精进奉行，啊，不思所受啊，啊，他老人家教的，要、啊、放在心上了，不能忘了，啊，不能在境界面前自己提不起来了。啊，那之前呢、啊，跟大家提到啊，开启法师。 啊，他之前是要考汉学院，啊啊，考了几次，后来考上了。老人家又让法师啊啊到身边做秘书。啊，陈德举这个例子啊，啊是自己观察。啊，我们要了解老人家指导我们做这个事的用意。 不然呢、啊？有时候因缘变了，老人家让做另外一件事，我们自己还心里产生，哎呀，啊，那师傅怎么变来变去啊？哎，产生疑惑，哎，对善知识的疑惑啊，不知不觉哦。所以为什么找一个好学生更难？重点就在这里了。 老法师说：“三个老师我都了解，我三个老师都有人批评，但我了解我的老师。”这段话，我们听在耳里呀、啊，要放在心上啊。这个时代啊，学师说法如恒河沙。 越好的老师啊，毁谤可不少啊！甚至于我们自己学着学着啊，我就见过啊，好、啊、像开西法师这个原因。当时候汉学院刚办呢、啊，要有人带动啊。哦、啊，那开启法师他中文底子好啊，他北大毕业的。 他的带头啊，哎，后来形势啊啊比较有那个风气了，但是缺秘书了。当然，师傅呃让他来做秘书了。你看，每个考虑都是我们的学处啊，不能执着因缘，随缘就方，要看着办。 学东西不是学死的，活学活用啊。可是我们有一个习气很厉害啊，相信自己的意思，有时候还怀疑善知识。所以《四十二章经》说：“圣物性如意，如意不可信啊。” 啊，还没有挣二罗汉以前，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想法看法。举个例子，这都是承德亲自见到的。比方说，啊，有跟着老法师学了几十年的，啊，对承德说啊，老和尚都不讲人呢、啊。 我当时候都受影响啊，老和尚都不讲人了。后来老和尚慈悲啊，有很多重要机会点，他老人家义正辞严指导弟子啊，我亲身感受啊，老和尚哪有不讲人？ 可是跟了二十几年，都有可能看错老师啊！不简单，不简单呐、啊！老人家洞察了我们现在的根性啊，讲我们不高兴啊，都在讲经的时候讲。 真有受教的学生，一有机会，啊，他老人家就护持了，真不简单呐、啊！太容易相信自己的看法，结果这一位长辈啊，最后又去找了另外的老师了。他非常感恩老和尚，但他又找了另外的老师。 他有两个老师了，所以那个十年姻缘呢、啊，字字珠玑啊，老师只有一个啊，一个老师一条路啊，两个老师两条路。好、哦，哪怕你身边有很多善知识。 主办圆融，一定是协助你更好的跟师父上人学习。那他们是真正懂得的善友，真正明白人情事理的。他不是好为人师的，他会关你的姻缘。你现在的姻缘最重要的一指的老师是师父上人，他一定配合师父上人。 成就你，现在真的懂得生善生的人不多了。啊，所以承德啊刚好这一两天呢，问我们汉学院的新生呢我问他们。 你们知道汉学院的校长是谁吗？啊，有一个同学说修斯校长。好，我说我说以前丛林啊，方丈和尚是校长啊。啊，所做和尚他请来讲经的老师，通通是执行所做和尚的教学目标、教学方针。 啊，汉学院每一个老师，那是师父同意才到汉学院来教书的。我们每个同学、每个老师执行老和尚的教学目标跟方针呢、啊，都要配合他老人家，不然我们每个老师讲的不一样，那学生听谁的、啊？ 所以不能把老师看错了。我曾经听到，也是跟着老和尚很多年的。哎，人家要去请教老和尚，他说：“你不用问了啦。”老和尚都说：“好好好，好好好。”他看错了。老和尚确实常常讲：“好好好。” 为什么真心要问老和尚的人不多啦？都是要他老人家背书。事实上，自己都已经是很坚定，我要这么做了。那不是真的要听老和尚的意见的啦。老和尚看得很清楚啊，他可能跟你好好好好好好啊，真心请教。 我观察没有不指导的，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指导，所以我们要用心观察自己的老师啊，不然真的会看错啊。而这么好的老师，我们看看错了，我们产生疑惑了。 产生一丝毫不恭敬了，都会发展哦，它会变成以后很大的障碍哦。所以能施难得啊，啊，我们也要护好我们跟师父上人难得的师生缘哦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他老人家。 是这一生成佛的机缘成熟的哦，我们可不能当面错过、哦。好，啊，今天时间超过三分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阿弥陀佛。